要在今天下午6点前找到自己任务卡上的人，并且让他在智能弹上盖上手印，才算通过考核。甜心超人，你又是第一名！甜心超人，看到你得了倒数第一名还这么开心，我也很为你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感到高兴呢。什么？倒数第一名？什么？怎么会？不是的！不！不要！等等我！我不要被淘汰！我一定要尽快抓住目标人物，绝不再垫底！甜心泡泡！这是哪里？我要抓紧时间完成任务才行。你吃过彩虹味道的棒棒糖吗？彩虹味道的棒棒糖？小孩子，我应该先找出是谁说了这句话，就能知道目标人物的线索了。幼儿园是小朋友最多的地方，但我要怎么才能进入幼儿园呢？你一定是新来应聘的老师吧？孩子们就交给你了，我终于可以解脱了。看来也没有很恐怖嘛。大家好，我是新来的老师，甜心超人。甜心超人老师好。那么，看谁能够准确地读出这一句哦！来，第一位，你吃过彩虹味道的棒棒糖吗？声音不对。下一个，哦，你吃过彩虹？不对，你吃过彩虹？彩
糖。不要，我不要你。胖胖，加油！不怕不怕哦。帕帕，你是最后一个了，来念一下这句话。我不要。下课了，已经四点了。帕帕，你快念呢！看来我是通不过这个考试了，我还让所有小朋友讨厌我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泡泡人，什么事了？你没事吧？你知道刚刚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刚才看见什么了？你吃过彩虹味道的棒棒糖吗？不要抓我！我不要吃彩虹味道的棒棒糖。吃过彩虹味道的棒棒糖吗？别怕，其实我也有四个很要好的伙伴，在他们遭遇危险的时候，我会尽我所能去保护他们。帕帕，我希望你也可以做到。我知道你很害怕，但现在你是唯一能够帮助你同伴的人。我的确听过这个声音。你吃过彩虹味道的棒棒糖吗？彩虹味道的棒棒糖，我要吃。想吃糖的话，就到我的糖果屋吃个够吧。刚刚也是这句话，大家在跑出教室，被陌生人带走了。糖果屋。你们不是想吃糖吗？那我就让你们吃个够。我的彩虹糖果屋，这里的糖果你们全都可以吃，全都可以吃。你吃过彩虹味道的棒棒糖吗？这是什么？不好玩，我要去吃糖。确认指令，吃糖，执行任务。想去哪儿？没吃完一个都别想走。你想吃个彩虹味道的棒棒糖吗？放开那些小孩！没想到我要抓的目标人物这么卑鄙，用娃娃的声音吸引孩子们。彩虹味道的棒棒糖吗？还把他们带到糖果屋，不准他们离开。是又怎样？你别来妨碍我。出去！一个都不准走！全新机车出动！
我们也要帮甜心超人。甜心超人，你还想妨碍我？怎么不动了？动啊，赶紧动啊！我不会让你伤害小朋友的，甜心救救我！等等！总算通过了，谢谢甜心超人老师。小朋友们要记住，以后不要随便吃陌生人的糖果。这样匆匆一辈子，时间流逝太快。哦，也许我应该去想一想过去还有未来。我只留下空白，还是勇敢存在，再不会有人认识我安安静静。我选择接受现在，可是我期待再有机会重来。也许我醒来挽不回无奈的离开，太不该，太平凡，太苍白。偏偏想依赖，不害怕孤单的存在，停不住想当初笑容声。